最大的课题，也就是怎么样维持住不要受伤，没错，健康然后来出赛。Rivero 这球转进去，Point 的切入，这边已经没有角度了，还是被他买进了。Pointer 接到球，第一时间启动，完全没有人能够阻挡他。Miller 的延展性还是非常好。小敏陈俊南开的速度很快，踩一个欧洲步 ，coast to coast。创造了快攻机会，这边压迫见效了，哈哈，钱肯尼飞进来了，选择收听我们的英文频道。碰碰这些球没拿稳，哇，第三节回来以后，哇，这球怎么投不进的，不愧是投出过百万大抛投的场地啊。球我觉得一场比赛一球可能就已经算运气用完了，不过碰碰真的是陈冠全不可思议的三分球，还好他没有参加中场游戏啊。卡蒂诺往后塞，高国豪绕过来高打板球进，拨掉了，裁判 no call。前场的机会，裁判享受，这是一个最帅加法。哇哦！上个月的 N1。这一次的压肩，第一拍没有过人，林金榜用他的经验在空中拉杆，又是一个 sucker shot。篮球的热力，哇！你看这个球，哇！不可思议啊！对，真不可思议啊！这完全真的就是马戏团的出手 ，circle shot， 完全是没有看篮筐的情况下，在空中拉杆对抗，把球放进，应该是连文成都要给他一个十分哦，这个难度，哇，氧气撞人也是很痛的，哇，有人在凑啊，哇，有大臂，我天哪！